我现在呢有三个女儿，觉得自己特别的幸福。有一个女儿是我弟弟的孩子，就是我的二女儿，现在由我来照顾她，因为她是天生性的脑瘫肢体残疾，她自己现在不会背书包，走不动，现在在学上学。她爸爸身体也不太好，爷爷身体也不太好，奶奶呢，因为得了癌症，完了去年去世了，所以这个家现在就由我来挺起，给他们操着家务。那刚上来的时候是很开心的，后来说着说着就哭了。这个觉得这个家庭生活当中有很多困难，只能由你独自来承受，对，把它扛起来。是。一方面语气当中有肯定而骄傲的部分，另外一方面又潸然落泪，是吧？对。心情很复杂。